牵出了这一束头发，因为我们要一起让希望从头开始。来，剪断我的头。很紧张，我剪对不对？我可以说吗？这样跟你告白的事，嗯、一个小男生，一个小女生就站在那里，然后他你最后只看到 Papi 就匆匆忙忙的，就冲过来到我说：“我说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然后我说是发生什么事？他说：“他跟我告白 ，so romantic 。”